没有呢，就是因为可能没有休息好的原因，知道吗？谢谢送的礼物，不用给我送礼物，谢谢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拿点吃的好吃点，你们拿来买一点好吃的来吃。好冷呀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我不用啊，谢谢，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支持。对，休息就是没有休息好。我吃吗？吃。你们吃啊？嗯。我吃很多，跟没安多。吃了，我吃得来。安多。我吃很多多。家里面的人，这是家里面的人。我多大？等一下，右眼调财，不知道呀。对，就是风好大呀，我们这儿降温降的有点。有点猛，我把这个弄一下呢。素颜是的，谢谢啊，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关心，没事儿的，这两天好好休息呢。风大，对呀，嗯，那我就休息了哟。我要休息一会儿了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也好好休息，保重身体。谢谢啊，感谢叔叔阿姨们。我就下线了。